新北市水利局伫新庄区所举办中港大排光条灯，伫三月一号开始举办了后，灯期拄好拄到三月十四号白石情人节。区长除了邀请民众个卡铺东港到现场报名弄关游戏以外，同时嘛推荐今年啊大主题灯卡新景点，提供尽量上好约会性地。新北市水利局伫新庄区所举办中港大排光条灯。自三月一号登场了后，登记拄好拄到三月十四号白石情人节。朱思荣区长就做上玩乐，并介绍产物，加倍弄关游戏活动通过考验，就让地点限量炫彩发光玫瑰花，专属纪念品结婚。在三月十四号还有一个重点的活动，当天呢有加码闯关的活动，然后只要在现场报名之后完成了爱情默契大考验。那只要通关，就会获得这一个炫彩发光玫瑰花来做专属纪念品，也欢迎大家有情人一起来闯关挑战。龙门光雕已经成为民众登台的新景点，区长讲全场有规划来主题区域，为白石情人节提供上佳优惠地点。今年的光雕展，以百万盏的 LED 灯为主题，来打造浪漫幸福的爱情氛围。总共有六大主题区，分别是守护爱情、爱情运河、爱情起航，还有爱的迫降，以及爱情秋千、月光恋人，总共六大主题区。其中呢，最推荐大家的吼，就是爱情起航呢，特别打造了一艘爱之船，让我们所有的民众呢都能够登上这个爱之船的造景里面，好，一起来拍照打卡。中港大排光条灯，其实每一档拢有无同款的造景规划，并由区长传了大家整理时空棚坑，回忆幸福时光。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每一年都在新庄中港大排举办光雕展，从2020年开始的蓝调中港，到2022年的精彩中港，还有在去年的爱在中港。精彩光雕，然后还有今年的主题呢，就是幸福新北，恋恋中港。那希望呢，大家都很喜欢我们中港河廊的每一年这样子的光雕活动。那也希望大家呢，喜老福幼，然后包括夫妻，包括情侣，一家老小都能够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吼，不管是情侣还是夫妻，还是全家大小，都一起来新庄的中港河廊、中港大排这里来欣赏今年精彩的中港光雕。百万只 LED 电火炮啊，布置中港河廊，伫夜间发光，为确保各民众住伫厝内底人感受这场唯美浪漫爱情风格所打造的主题灯饰，和光之精灵带领大家做伙体验光影的世界盛宴，度过白石情人节。记者黄佑贤，新增报道。